2022年北京市职业教育宣传月正式来了。今年宣传月的主题是技能让生活更美好。在今年的宣传月活动中，展出了学生们在科技、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项作品，同时也展示了首都职教学子在今年参与服务冬奥的热情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